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妹妹要去订房子了，然后我跟大壮两个人也一起去。昨天不是跟老爸老妈商量了吗？想跟妹妹两个人买一个小区，因为那一个小区里面基本上房子要没了。他们俩跟飞哥去看的时候，我们也一起去过了，那些房型呢，我们也一起也看过了。我终于要给一个家给我媳妇了，媳妇你高兴吗？那你有房子谁不高兴啊？看谁都高兴。对，带你去看哈。户型差不多看好了，去问问看还有没有了，有没有适合的价格？有没有适合的价格？那天肥肥选房子没看，我看挺喜欢的。你也。在一个小区好了，对不对？大姐、二姐一个小区，跟菲菲两个一个小区，那我们一起看会不会起床？那就喊菲菲吧，对吧？Hello， 走，买房子喽！快！太激动了，不剪了，走，去买房子了。挥过去的你不来啊？啊？啥时候来？下午来。既然想买，那肯定要买。就对快去。那天我妹妹跟飞哥两人去买房子，我们正好也去了。那房子，多少平方我忘了，反正飞机户型吧，都挺好看的。要么我今天带着大双一起去看一下，这就好好谈谈价格。我们官营的房价大概是6000多吧。一般6000多一平方，那天我也看了，那个顶楼稍微便宜一点，好像是6023，一共17层。顶楼好不好啊？会不会漏雨啥的呀？还有夏天会不会很热？便宜的几万块钱，不知道好不好？那天反正也打听了。兄弟们，你们给点建议，买顶楼好不好？毕竟顶楼便宜嘛，要便宜好几万好像。好，那带上嘛，带上说不定菲菲买了，我们说不定也就买了。带着，就放车上。恭喜你啊！恭喜你！恭喜你哦！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裕达城，来看一看这个房子。飞哥还没有来，那天男的看的就是这个小区啊，它旁边就是万达，这是这一栋楼。这一个装修好的样板间呢，我想去看一眼，带粉丝们也看一眼，看这个户型好不好，能不能买。菲菲已经看好了，现在就等我们决定了。现在有电梯吗？有，就不管是负一层也好，还是一楼也好，入门的话都是这样的，这边有电梯，一梯一户设计，两户设计。万达反正，5月8号的时候封顶，然后他当天封顶的时候已经承诺是12月份必须开始营业。要么爬楼吧，这电梯必须过来。我就三楼嘛。对，三楼。我拿下钥匙说的你好。这门口私家门厅，然后这门口是等于一个私家门厅，这一块面积都是你的。一梯一户吗？可以放柜子吗？裤子，大家不能把它铺死。这是一梯一户。入门厅进来就是一个入户门的一个玄关，主卧室在这，次卧室，客厅、餐厅、厨房，户型南北通透。这是厨房。大家看一下，看这个厨房是可以放下双开门冰箱的一个超大厨房。厨房啊，这里是放冰箱的。什么？这是赠送的，你可以把它打掉，然后你也可以像它这样。这么大飘窗吗？对，这个是赠送的，你可以把它打掉，也可以像它这样把它打成橱柜，把它打成柜子，好看一点，而且可以收纳。对，而且我们这边的窗户都是自带百叶窗，对，这都是半条铝的一个材质，然后双层的中空玻璃。卧室的卫生间也是做干湿分离的，然后这边它是把它打成了一个
储物柜。这是储置储物。对，就是如果家庭用的话，还是储物多一点。对，不是也可以给它做成干湿。这是卫生间，应该挺好的。嗯，比较大。嗯，那看别的地方。主要是干湿分离。这边就是客厅，客厅、餐厅、厨房是连在一起的，户型是南北通透嘛，这是主打一个飞机户型。飞机户型。然后这边是次卧室。次卧室的话，这边因为装了中央空调，然后这边厨子就没给打到位。然后这边次卧室的正常和阳台是连在一起的。哇，次卧室也有阳台吗？对，双阳台吗？对，三面朝阳。但这边因为装了一个中央空调，所以这边的放空调外机的地方就省出来，也给你打了一个储物柜。你可以这个装修只是一个参考。好，嗯，对。然后，这次卧室也挺大的。对。你这边后期你可以加一个移门的，没有。这个房子还可以，我看着，你看这里洗衣机、洗热台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卫生间客位的一个干湿分离。客位就是这样，就是干湿分离，私密性好点。如果客人过来洗手的话，只是在你的外面。然后这边你可以马桶放的大一点嘛，然后这边这个主卧的好像一样大，对对对，一样大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边是一个小书房或者是儿童房，我们孩子多，估计是大卧室。你们家几个小孩？两个吗？真幸福。两个儿子吗？啊，好几百万哦。对，我们家有个几百万。这边是厨房，厨房放下一个双开门一个冰箱，这还有这道墙。还有这道墙是可以拿掉的，就你后期可以达到一个开放，全透明的呀，还可以说开放式厨房，全透明的那种，就是说现在不是网上的装修可以借鉴一下，就是把那种全透的那种移门的那种。然后北边这边就是开放的好看，对，对面就是万达广场，然后在楼上就可以，就那个不高不矮那个就是万达，对，然后北边就是人民东路，就是东城区的一个主干道，对，挺好。户型的话是非常完美的，价格呢美不美丽？价格也很美丽。刚才那个房子也看过了，满意吗？感觉还行吗？感觉挺好的啊，感觉挺好的。我看你就看好万达了吧，逛街方面吧。万达死贵死贵的，谁去逛啊？没事蹭空调而已。你看，就这个小区一共就这几栋楼，八栋还九栋啊？这个以后说是雅朵酒店什么酒店？也是这个小区里面的。然后下面这边是楼面，因为这离万达近嘛。裕达城的房子，我跟大壮两个人已经看完了，两个人觉得都还挺满意的，是吧？不错。大门牙支一个。这里就。这边你看，这个是刚盖的30多层，我们没考虑，不想买。因为电太高了，电梯上不来下不去的。然后旁边呢，这个就是万达，5月8号的时候它已经封顶了，说年底就投入那个叫就可以开了，就开张了，年底的时候就差不多了，那就这个了。夏天可以去万达蹭空调啊，位置的什么都很好，像那一块都没多远，就是几20里路吧，全是学校校区。啊，那边物业是哪路？那边有个9层小洋楼，都8-9千一平嘛。上车吧，走吧。然后我们剩下来的任务就是把那个价格把它打下来。好。因为买两套嘛，他要7500，我们6000多就把它搞定，行不行？那肯定好啊，又能搞定你好。好，上车。我们这位房子看过了，然后也到饭点了，老爸老妈他们老两口为了省钱肯定又没下来吃饭，我们一起去带老爸老妈去吃个午饭。我们到医院门口，我刚刚让老爸老妈下来了，我进去接一下哈。你去停车，行不行？就在对面嘛。去吧，去对面吃那个麦当劳。行，我找到。不去点菜了。哼。刚刚打电话，他们还正在下电梯，我已经走到这大门这里了。走，老爸老妈带你们吃饭去。他们在对面。我们不用坐车，谢谢，就到对面。走吧。看到了个谁？你买这么多水果啊？哎呦。哎呦。
我把老爸老妈带来了。你来了吗？恩平，快跑啊！身体很好呀。你那里打呼呀？你到底打呼带瓜的？啊！好会花，你们看看你的。走。哦。菲菲买水果给你们吃的。水果把你拿嘛的，那光能吃，那光花都不打了。你好，这边超然这边。嗯，我们在哪儿？小院的感觉。没有，它送包厢呢。这里面，请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能的吗？我请你们吃好的。老王，你吃啥？垃圾的衣服，我吃饱的，这就走了，我不吃。你不是？哎呀，我心眼干着，管你想的，我还能好点。好的，那好的，没事的。我今天回家。啊！明天出院了。一看你干的写好快，你就没你这狗干的。看来我们不能来，一来就想回家。走了，回家好。我给了你四大张菜。咱们用排骨，经常用进去的排骨做了个冬瓜一种。排骨汤啊！啊，我买的荔枝来。冲去的。啊。被冬瓜吃的。都吃嘛，一起吃。菜不是还没来吗？你咋还给没来啊？他下午了。这也是一盘菜。哎，这个菜也好吃。番茄疙瘩汤。对病人好了。那你尝尝。老爸，我给你盛。哎，那是上次的。那个一盒纸卖五，实在你找不着。我大哥，这劳累了，这地方这个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爸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。妈来，你医院的饭好吃吧？哎呀，那你用的嘛是烧烤嘛？那这个烤，烤今天烤太好吃了，这是烤鸭，烤鸭掌。嗯，吃吧。你什么啊？明天就出院了吗？明天出院。能出了吗？人出了吗？明白。啊，行啊。人没说他是有的。差不多好了，但是小毛病，你可能住了呢。我知道。嗯。我这有。烤鸭、鱼、面疙瘩。面疙瘩。我啥都给他。老妈，谢。你应该多喝点这个青菜汤。吃饱了，我吃点我了。不吃啊？不吃，吃饱了。中国人的优良传统美德。打包，打包，每天都要打包。吃过了，老王爷。上班嘛，吃完饭再骂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别动。我问你啊。别动。啥？我问你黄子，就看这买没买了？黄子还没买，但是挺满意的。哦。嗯，准备把它定下来了，能不能能定到那里？就是那里就皇冠那里。扣子能定下来。今天回来要好好打，今天好好扣满到黄子。哦、哎呀，路里这些就慢慢站下去，大大的或者有所喜欢，咱买黄的压力就大了。找点个先挖些吃货的呢，对不对，就啊？哦，啊，一点一点来呗。啊，挖火那头上有点压力好，空气好，还有点压力好，晓得生意。好的，没有关系，懂不懂啊？也行。啊，好好待，静静修点口，去吧。啊。行吧。出去。不送你们了啊！哎，你们俩怎么回来了？我那家网先感受，那给我们带网啊？那个没网啊？你手机没给你带？带这也没有，我这去搞没有卡的都。你们两个真人才哦！啊，几点钟回来的？我家散步就散步。你们怎么回来的，姑娘？6点钟就回来了。铁路的？那就散步搞人家旅游的，一路一路嘛。有没有沙石里路？
那个这是30里的，我20里都不到。这人这老老肉的都。20里。你讲医院的床不好睡吗？好睡。还没出院，输液手续也没办。人家就出院了。就到家了。都好了，你们有什么在？就好了，那干啥？那明天这输液手续你也不用去了，我自己去帮你办。啊。啊。我这能办。大家都看见我这个。你俩真是个人才，不过你俩两天没在家里面，家里面也不是很热闹，回来就热闹了。对了，家有一老，家有两老，如有两宝嘛。对呀、啊，有老爸老妈，增加气氛就高起来了。嗯，好了，睡觉吧。好，把灯关了，早点睡觉啊、哦。别看太久。不看太久。